在我们要介绍我们今晚所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嗯嗯，对，请到这位特别来宾。我讲特别来宾，你干嘛这么兴奋呢？其实你晓得，因为每一个人在他年幼的时候，比方讲有些小女生，她的心目中的偶像就是秦汉。那在我非常年幼的时候，我从大概高中国中的时候开始，我就期望有个偶像。我当时娶的未来娶的太太呢，长得就要像她这么漂亮，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这样子啊，哦，今天我们就把这位你心目中的偶像，你当年的这个心目中的这个小公主给请到现场来了，是吧？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今天有一点有一点兴奋，而且又非常非常的兴奋。好，请来宾让一下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天哈德比林贝蒂小姐来到我们舞台上。有一个人讲不出话来，一从开始啊到现在啊，一句话都没办法供出来了。伟凡就站在那边这样子，你怎么啦？哎呦，小男生的心愿今天终于达到了。在狗年呢，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呢，我觉得好幸福啊，因为我离开台视呢有十多年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回到台视。那么就上您的家，对对对，上这个五等奖，而且今天现场呢，这个喜气洋洋的，那加上有这个这么有深度的女人，这么帅的帅哥跟我一起，我觉得我在狗年应该会行大运哦。好好好好好，祝福您，祝福您，谢谢。在此呢，跟各位朋友拜个晚年，祝大家在狗年里头呢，这个旺旺行大运。好，谢谢。好，祝福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来开放。点一首歌曲，看哪一位观众朋友今天有运气。哎，轻快一点的，因为贝蒂小姐的舞姿非常棒哦，轻快一点的。等一下，等一下，这位男生太像你姐了。这位男士，来来，来来，这个、你想要听什么歌曲？请贝蒂小姐再唱一首《茶叶青》。好，啊、茶叶青就刚刚差一点就冲出来。今天穿这个西装是不是结婚那一天那穿的那一套？我在那个不是。我在那个一月三十号啊，看那个群星在线台北演唱会，看啊，真的、啊，谢谢你的光临，谢谢你的光临啊！你有没有觉得哈、啊，我们这个话可以讲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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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因为我觉得哈、啊，
这个那天在这个这个群星慈善义演的时候呢，现场有我们徐立德先生，有简汉生先生，我们是为这个残障老人筹募基金，是他关怀社会上这个残障的朋友还有老人家。但是呢，现场我觉得说，徐立德先生他们是这个国家的这个重要的官员，对他们等于是这个元老。但是我说呢，我们是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宝。哦，一级国宝，对、哦，像我们现在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呐、啊，是属于这个重量级的，对对对对对。谢谢、哎、您这个比喻，我听了好高兴啊。这个女人的年龄就好像钻石一样，对，哎、越大越值钱，对不对呀、啊？对对对对，这句话讲的真的很好。超过40岁呢，就是我们的黄金时代，不是这叫钻石，钻石、钻石级的女人，对对对。哎呀，不能再扯了，再扯了。不是，我在想，接下去呢，我头假发一戴，就刚好我们三个人就三姑六婆吧。三姑六婆。刚刚这个现场观众朋友点的这首《茶叶青》，好的，好不好？好，现在就来，好，我们最热烈掌声来欢迎贝姐。谢谢。在起那个竹林穿花裙，在茶。的姑娘一群群，去到茶山上呀，采呀采茶青，不怕太阳晒头顶。带起那个桃袖做花巾，摘茶的姑娘一群群，大家手不停呀，采呀采茶青，不怕吃灯砸手心。摘着那个要采茶叶青。上得那茶山采茶青，唱起采茶歌呀，送一送歌心，有酒有情当呀郎来提，有酒有情当呀郎来提，有酒有情当呀郎来提。谢谢贝蒂小姐。